哎，齐家宝，嗯，你还记得每次回我家都会经过那公园吗？记得。我们等一下再去好不好？好啊。对了，这是苏珊娜要我转交给你的信跟许愿石。我觉得苏珊娜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你至少看一下，这样才能好好告别这段青春。本来也只是不经意感到好奇，你的侧脸很清晰，我控制不住呼吸，直到占据我的记忆。其实没什么原因想和你待在一起，什么都不做。家宝，留下这封信给你是要谢谢你点醒我，因为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冷漠拒绝，我才开始了解我自己。李总，我去特训班了。我已经不喜欢你了，你不明白吗？很多我一直以来认为是对的事情，其实只是我不够成熟去理解别人。本来我以为自己的特立独行是因为我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或友谊，最后我才发现原来这才是我最渴望的东西。提议我们女生呢来成立一个失恋阵线联盟，失恋瞎款，渣男退散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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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失恋瞎款。而且你说的对，我喜欢上的，的确是被欧嘉玲改变后的你。我们走吧。所以欧嘉玲才是最有资格跟你在一起的人。谢谢你曾经为我做过的每一件事。我带你去学务处报道，然后我帮你准备早餐，等一下报道完就可以吃了。孙娜，欢迎加入高二乙班，大家鼓掌，鼓掌啊！我要跟你一样，先学会开心的笑。苏珊娜突然这样转学，你会不会很难过？对了，学习的魔法要怎么解除？其实那是我乱掰的啦。心里想说的话还在徘徊，你我也都明白，有些我知道，你知道，嗯，是不爱，不想彼此的情感在受灾，被突发的意外把未来给毁坏，越慷慨越想依赖。难过再次拥抱我，再次戳破我累积的脆弱，眼泪再次对我说，再次触碰我后悔里闯祸，放手追回我的自由，慢慢懂得接受。
我现在学院神魔法就解除了，从今以后不止苏珊娜重新开始，我齐家宝也是。嗯，齐家宝，Go fighting！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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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ghting！哎，比赛比赛！来啊，看谁荡得高！好，来，开始！好的。曾经我在人海里漂流，是你伸出双手，此刻不再寂寞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。